我不是洗啊，我回诊了、啊。我洗洗啊，洗过了。我现在回诊了一样。不开心要讲啊。然后，等一下帮我把这个上去装水。去哪里装水？啊？净水器的水。如果没开嘞？嗯？如果没开嘞？八楼没开哦，你就先躲楼梯喽，不要在外面吹风啊。吓死我！我还什么东西？你家里怎么报废了？失忆好都没打算让我过的 feel 啊！哎，今天不是彩鱼，不是？好吧，不是认识的不能丢。认识的我才敢丢啊，不认识我咋丢？但我不知道。啊？不用啊，去台北一下就好了。我只想要丢这里比较近，既然没有就算了。这里你那一件很防风啊，先给你穿啊。对啊，而且现在那么冷，那你每周穿透风的来北区哦。温差很大，跟有没有保暖那是两回事吧。你都不自己保暖，那还要我帮你保，奇怪了。我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了，我还要照顾你，很累呢。暖男，暖掉的那个吧，暖男。啊？好秀啊！看这个，我还想我要带你去淡水做手手，淡水做手手，啊？反正花你的钱而已，不用怕。啊，真的没有，我就没钱了哈。对啊，十号我还要把这前面先花的钱先补回去呢，感谢老师。再说吧。啊，你说什么时候看电影？下礼拜啊？哎，六号，礼拜三。那不要下礼拜。那、啊、不是下礼拜？对啊，晚上、哦。啊，你昨天听的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学到了什么、啊？我觉得你有听，但是没有学啊，因为你都没拿来用啊。要记啊。啊，昨天是哪个老师一起吗？对啊。一起啊，是很强的，他的观察力比我还猛。我觉得我观察力已经不输人了，我但是在他眼中，我觉得我是小咖，他太强了。而且甚至说，我都怀疑他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好想知道我在想什么。因为之前有些活动啊，我有时候会闪，然后有时候会躲，可是都被他抓到。对，我被他抓过两三次，我觉得他好强哦，我已经尽量躲，躲不掉他。没有哎、欸，啊？不是，我说活动，
我是真的在躲他、啊。我的活动有时候不是会想说啊，我不要参加什么的，是吧？完全跑不掉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的，因为那时候的我其实很想去尝试，但是想尝试的那瞬间又胆怯了，退缩了。没有，对他印象超深。建豪大哥，哎，对，说到建豪大哥，他是营养班的助教，他的健康学的超强，像穴位啊什么的，问他都有。老师叫我们，昨天去那个老师说叫我们。然后真的啊，好棒啊！啊，没关系啊。然后他说，然后就下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他们不认识。现在哦，里面60%吧，60%的人记得我吧，40%的人我不认识而已吧。不太的，这个 Andy 嗯。Andy 啊，对啊 ，Andy 啊，然后还有那两个小朋友，一真哦，一真，一真哦，也有去啊，一真戴颖，然后嘉华梅君，哦，今天可以看，哎，你有看过嘉华了吗？嘉华姐，我要看了没？哦，就是梅君姐跟林老大的妹妹，最小妹妹。你今天可以看得到哈，那今天会去啊？妈妈？哪个妈妈？谁？大哥。你说雀姐啊？他要啊？你说老那个小杰老师哦？不是，年纪大了。啊？你？伟哥哦。对啊，小杰老师啊。我是小杰，大的。
啊，不然呢？不然你觉得他是谁？啊？他叫小杰老师，我们都叫阿姨啊。昨天？昨天？昨天阿姨不在吧？我看黄伟大哥他们的脸书打卡，他们在泰国呢。阿姨昨天不在台湾吧？很会料理的，长得高吗？长得高吗？你没看过吗？你啊，贝贝娘，就是说，我每天上班都这样丢的是啊，不然怎样啊？就没时间去倒垃圾的时候干，薪水只要跟以前一样，有那么多时间我就自己倒了。妈你个臭阿兵，那我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，每天都要十二个小时，弄死谁啊？那去兼差啊。兼什么差？我做这个不是比较快？那他问我说我走做家务的谁？问谁？他在问我，然后问你的事，说就走。我不是跟他解释过了，还问？不知道哎，他后来有问我，说我不知道。哦，他可能想知道你知不知道吧？我记得我讲过，还是他忘了？算了。那时候应该是住院吧？我不知道啊。薪水啦。薪水太低了。他叫在能领多少？你跟我讲。他跟我争一个上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问题？就是 double 钱啊！他就叫我去上他们的班啊，说一样的薪水，我怎么给？嗯、一个小时差四十啊！一小时180、哦。然后加35块，我不知道是33，他是算335的、啊。嗯。因为 double 嘛，然后再乘以二。然后他叫你去台塑帮忙。对，然后我跟他讲说，我16乘以8，再乘以2就是26，他的16，还是很大的。好了，加油啊！期待看到你的蜕变。你跟我一样，有好长一段路。钢洞整支掉了，太扯啊，我拍完了。
啊，对啊，因为有断啊，东京空了一个小时啊。那我没有跟你说什么时候，今天的什么时候吧？啊、我没有跟你说今天什么时候跟你讲吧？对啊，那就晚点再说吧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但是你说你来的时候是可以跟我讲，你这样跟我讲的，有你是有讲过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来，我就跟你讲。你的记忆很奇怪，常常说我忘了，现在又说你记得，你到底是记得还忘记啊？你会不会你记错了、啊？你说你来，你跟我讲说你来，我的。对啊，我说你很奇怪，有时候很多事情都、哦、我忘记了什么的。对啊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，你说、哦、我记得，我记得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会记得事情，什么时候忘记事情？我老了。那你就忘了，那就代表你记错了。有这个还有记得。对啊，你不觉得你的那个话每次都是喜欢这种反反复复吗？好了，下午再跟你讲。哦，好。嗯。那你，我觉得你会说晚上再跟你讲。好啊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晚上再跟你讲。没有了。没问题啊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不跟你客气的。嗯，有一段距离。嗯，我干你娘！好好奇你在教室长什么样子？那你有做笔记吗？你用手，你用手写的吧？是吧？这样记得住吗？我在听脑啊。好哦。我不想听。我帮你拿个笔，我帮我们今天去买个笔记本给你，专门做笔记好了。那你就抄下来啊，抄下来啊。好吧。好吧，看你咯。
道哎、欸。不道理啊。啊，我不想回有道理啊。然后又不想回没道理，所以不讲话。我选择闭嘴。啊？没事啊。对，每个人怎么改呢？我不干涉，你的我也无权干涉。没有啊，哪那么容易生气啊？嗯，不是庆哥哥吗？去吧，你先上去吧，我去看医生。嗯，拜。可以啊。